来我是觉得台湾这个建设一直在起飞，那我希望能够贡献在这个台湾建设的领域里面，其实希望把台湾的工程做得更好。德昌营造自1986年成立以来，专注工程营造的品牌建立与品质管控。心智合一，心是一种软体，技术是一种硬体。诚心就是做任何事情不本乎诚，信心就是你要有专业能力才能够产生信心。心智合一是我们公司的最高经营理念。求变就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原则。我们早期是做一些简单的这个住宅工程，后来我们一直调整，一院建筑列为我们的所向的核心专长，中山、中国跟龙总都是我们的客户。人性化空间明确的指标，医院资源共享是黄振勇董事长认为医院工程最重要的环节。虽然 A 号是直指治疗中心，这是最新的癌症治疗，是治疗说从加速器放射线，它不能够直接跟病人接触，所以这个建筑的精度要非常高。人来人往的台中机场最困难之处在于工程进行阶段仍需维持原有国内航厦的营运，因此施工过程中有许多关键因素。因为新旧的所有设备各种控制条件都不一样，所以要把新旧整合成一体。中部机场有一个特色，就是在用大法度的木构造梁，这个在公共建筑比较少见，感觉有这个木构造让整个建筑比较温暖感。台中市因铁道而生，而台中车站是都市规划的核心交通枢纽，更带动中部商圈发展。德昌营造在台中成立30多年来，参与多项重大工程，与台中的改变一起成长。这不只是车站，它以后是生活文创文化中心，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走在这个充满文化的车站里，黄振勇董事长期许未来台中车站将是结合文化、生活、创新三项元素的独特园区。一个企业里面没有完美的个人，我们要建立一个完美的团队，让这个企业永续的经营。